这个是我平常就会带身上的名片夹。你看过啊？这个你没看过啊？你看好，梅花七跟方块七 ，Lucky Seven。你看过 Lucky Seven 的魔术？你现在只要看到我拿手出来，哎呦，我看过了。我把方块七不用签名啊，干嘛？你签习惯了。我把方块七拿起来，然后梅花七也拿起来，我把这两张牌拿起来。那这个名片夹用不到，放旁边。来，你手就压在身上。压多一点，不是不是，压的面积多一点，不是用力。好，拿起来感应一下，有没有感觉热热的？哎，你这样摩擦会出事啊，因为硬过去了。你看一下，不是贴纸的，你自己摸摸看，油墨在上面。这是我，哎，我没看过。哇，它变回来了，没看到。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你用打火机烧它看看。不要，就是打火机就不打。我不敢，你手借我。